我的哎呦，你是在哀啥啦？沈公公，整天在宫内闷闷不乐，唉声叹气，这样也不是办法。那当然是闷闷不乐啊！皇上的旁边莺莺燕燕的，我的旁边永远是你们两个。嗯，啊，一个是安呢，啊，一个是无法度安呢。对啊，啊，你要叫我安怎？尤其皇上都已经是一国之君，一上大呢。最近呢，哈尼迷信呐，大汉拢都爱问神杯，大小事拢看伊咧跋杯，安尼是做大个。我感觉你可能嘛跋一个杯看卖咧。哎呦，这两个杯皇上专用咧，趁伊无伫个，杀来跋看卖一个。看看皇上对你是真情还是假意。安尼吼，从天呐，迄皇上吼三十二宫。皇后拜谢，甲你讲一个，因为我是甘明，因为咱这周身是山东人，麻烦你。麻烦一下，苍天，你是虽然是个皇后，但你皇上都不鸟我，不鸟你，不鸟。马进马进，啊啦，一心搞得。那你是真的每天的寂寞又难受。哎，苍天呐，您就圣杯吧，皇上对我如果还有爱意，请圣杯指示呀。请圣杯指示。哎，还有哎，还有，为什么不鸟我？请问苍天呢？皇上为何不鸟我？是不是因为觉得我不好吃？看看看看看看，不好吃不好吃，难吃死了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真情流露，我只是帮祖先传达的意思。哎呦，那我要如何才能够虏获皇上的心意？是不是凡事都听他的就可以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是不能听他的。好了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知道什么没啊？你就不要顺他的意，就把他斩了。对对对对，他不喜欢我就给了。没错没错。皇上来，皇上来，掌声鼓励，参见皇上，皇上英明，总是有办法把场面搞这么大。皇上啊，你每日吼拢安尼花天酒地，一宫一宫安尼说不完，迄清朝上重要的代志，拢竟然袂记诶。你敢知影今仔啥物日子？我是龙主是无？花天酒地啊，少年诶，你讲话有收错一撮无？不是啦，啊你皇上你做啥拢也无人敢讲你啊。啊，不过咱大清朝上重要代志，一百年诶国庆要到安尼。今年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国庆，开业一百年。不是今天呐，特别搞啊，啊，咱都要来传呐，要安怎来庆典呐？预言是这样啦，是因为那个外邦哈使节已经在宫外守候，他们准备要献上他们的珍奇异宝。但是皇上，先让你知道，按照往年的经验，他们那些珍奇异宝呢，都是 A 货。主要都是要骗我们的赏赐啊！哦，所以等一下皇上呢，千万呢要把持得住，不要随便哦乱赏赐，不要一龙心大悦以后呢，就这个也要那个也要。哎，我说沈公公啊，这个呢正道是非常有定力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觉得好的才是好，是是，不好的我们就退掉。啊，第一位使者来了，宣来自中东的肚皮舞公主。哇，新郎假高吧？这多好，好啊，好，皇后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这女子，水蛇腰，果冻皮，未来一定会祸国殃民啊！那皇兄，你给纳入妃嫔，没三天你就疯了，来呀！
子女拉出去，杖毙。对对对对对，万万不可！哎，我为他主持公道啊！这，皇上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杖毙呢？这样子好了，嗯，皇后，象征性的拿皮鞭抽两下就好，不用达到杖毙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这种卑微的事我来做好吗？皮鞭，哎，沈公公我来好了。你喂，什么你来？皮鞭这边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把他留着也是有好处。既然他都来了，啊，那皇后您对他不是很满意，但是呢，总是发挥他最大的效果。等一下，那让他教我们跳肚皮舞嘛。哎，嗯，肚皮舞可以治疗什么呀？皇后身居后宫，可能不能动了。所以说他如果多跳肚皮舞的话，对他的这方面帮助很大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对，哎，好呢，好呢，就会动起来。对，为了要身体健康起见，咱两个同齐来学吧，来哦。阿伯，来，一起啦，大家一起。阿东，他大天的准备来。阿妹啊，你不按基本步骤教呢？首先打开。哦，手要打开哦。打开。胸部上下。上下前后。前，为什么我们上下跟前后是一样的意思？也有我的天，那个有我家的。前后，各把包，我各把包，它干干的。好，上八，上八，上八，屁股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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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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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。嗯，你讲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往上，你呢过来。告诉皇后是哪一边要，你用手来帮助她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开始。往上。是啊，不够力，皇上，你要在背后帮助。往上。真的啦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实在可以啦。你来。哎，家你该谁你？你来。阿娘，你不干，我替你来啊。你开始。哎哎，来接龙，接龙。在冷宫迄个周丽妃，你甲看卖啊一个，和你所爱的皇上，都只你家，你拄啊不是这款的表情。我你咧甲人耍的时候，你看偌欢喜的。我无意中看到你安尼这种动作做出来。手拉杯，你呀来，把皇上的鼻血擦一擦。对呀，沈公公的，沈公公的，鼻血处理一下，他反正哦也是不雅。我跟你讲哦。我讲安尼一个拢要来进贡，无可能干啦一个这个妖女尔嘛，也够有多一个要上台。安排足多，而且哦各式各样、各种风格，通通都有。起码这个是查囡仔嘛，中东公主，刷嘞我安排一个是王子。